我希望在这10周当中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半马的一个训练体验，而每一周都会有每一周的训练的计划。除了强大的头部教练团队，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运动营养的营养师团队。从现在开始，步一步的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。3x10 是我第一次看到是营养补充为出发的一个跑步训练营，所以我希望说也透过这个跑步训练营多学习到一些营养相关的知识。我可以，我是马拉松跑者，再加油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加油就听自己 hold 住撑住，给自己多一点的自我对话来强大自己的能量。 OK， 好，祝福你们，加油，祝你见。进步快30分，真的是要感谢教练，感谢沙巴斯。我觉得训练帮助我很大，训练完后的一些饮食，觉得这些都有帮助我提升我的成绩，有破个人 PB， 感谢沙巴斯的帮忙。有，我有破 PB， 很完整的课表，然后很完整的营养，让我找回对跑步的初心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温暖，然后不是一个人孤单在跑步。嗯，谢谢。